baby bus. Today, 开始我要自己上厕所。爸爸妈妈，你们不要小看我。宝宝巴士教我上厕所秘诀，我等不及了，我要上厕所，上厕所时。上幼儿园，今天是兔依依第一次上幼儿园，她要和琪琪妙妙一起去，将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呢？哦，他们来了，依依，走，我们一起去幼儿园。我不想去。为什么？我不要离开家，我不要去幼儿园。可是我们放学了就可以回家呀，还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还有漂亮的老师和好多好玩的玩具不要不要，我就是不要嘛！琪琪，怎么办好呢？我们让嘟嘟来想办法吧。宝宝巴士嘟嘟嘟，小小魔法闪亮亮。小朋友们好。依依，你怎么哭了？依依不想去幼儿园，我们怎么劝都不去。让我好好想想。妙妙，我们要迟到了。可是依依，依依，我来照顾，你们快去吧。嘟嘟，依依就交给你了。为什么不愿意去幼儿园呢？我没有去过幼儿园，那里很陌生，我害怕。我有个好办法。给你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神奇的隐形喷雾只要喷一喷，别人就看不见你咯。真的吗？这样就不用害怕陌生人啦，我带你去幼儿园吧。幼儿园到了，依依，快去看看吧。现在大家都看不到我。琪琪的蝴蝶翅膀很有创意哦，翅膀和屁股连在一起了耶。好有趣啊。小朋友们，想不想看彩虹？想。哇，彩虹啊，好漂亮啊。哇。
想不想玩呢？想。老师，老师，我也要玩。哎呀，他们看不到我。琪琪，琪琪，快给我一块！喵喵喵喵，分我一点好不好？哇，好好吃哦！幼儿园的午餐好吃又有营养，可惜依依吃不到。喵喵，你说什么？谁是依依？小福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谢谢老师，谢谢大家。我叫兔依依。依依，依依，快走，隐形药水要失效了。嘟嘟，他们都看见我了。依依，忘记跟你说了，隐形喷雾是有时效的，时间到了，大家就会看到你了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好了。大家快过来，一起吃饭吧！害怕幼儿园的虫，从此喜欢去幼儿园。小朋友们，不要害怕上幼儿园哦！幼儿园里面有老师、好朋友陪着你，一起玩，一起吃，一起学，一起长大，很有趣哦！咪咪，起床了，要去幼儿园喽！咪咪去哪儿了？咪咪，你在哪里？妈妈，我在这里。原来你早就起床了。今天是上幼儿园的第一天，我等不及要去认识新朋友了。妈妈，我们快走吧。Hello, Hello, Hello, Hello， 看见朋友礼貌地说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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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Hello, Hello, Hello, Hello， 看见朋友大声地说。Hello, Hello, 看见朋友开心地说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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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咪咪，妈妈，我们回家吧。分开时要和朋友说什么呢？ Goodby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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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bye。 分别的时候礼貌地说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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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 Goodby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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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odbye。 分别的时候大声地说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再见，再见。妈妈，明天我还要上幼儿园。嗯。
友要一起分享哦。一起分享？嗯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皮皮，这块积木给你。啊！我们一起来盖一栋又高又大的房子吧。我有一个小小皮球，你拍一下，我拍一下，拍呀拍呀，一二三四，好朋友一起分享真开心。我们来画画吧。我有一盒小小蜡笔，你拿一支，我拿一支，画出一幅美丽图画，好朋友一起分享真开心。小小雨伞，你站一边，我站一边，滴答滴答下起小雨，好朋友一起分享真开心。咪咪，你怎么了？没有人陪我玩。我唱一首快乐的歌，我来唱歌，你来跳舞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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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朋友一起分享真开心。是不是很棒呢？一起来吧！嘿嘿，哇哦，是棒棒糖哎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！可是钱不够买棒棒糖，有了。我们每人一个吧。六个美味的棒棒糖，黄色、白色、粉红色，还有七彩色的棒棒糖，好朋友们一起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喜欢棒棒糖，六根美味的棒棒糖，圆形、方形、三角形，还有爱心形的棒棒糖，好朋友们一起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大家都喜欢棒棒糖，六根美味的棒棒糖，柠檬、牛奶、草莓味，还有巧克力味的棒棒糖，好朋友们一起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大家都喜欢棒棒糖，有一起吃棒棒糖更好吃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怎么办？风筝被卡住了。不要担心，看我的。哎，啊！
回来。这样子我们没东西玩了。圆的小皮球、哦、看起来真好玩，找一找呀找一找呀，找到了主人，捡东西前有礼貌的问一问主人，你的皮球可以借我吗？好的，皮球借给你玩，谢谢。圆圆的小皮球、哦、和朋友一起玩，拍一拍呀拍一拍呀，我会爱护它，玩东西时有礼貌的说一声谢谢，谢谢你把皮球借给我，谢谢你把皮球借给我玩，不客气。长长的小火车看起来真好玩，找一找呀找一找呀，找到了主人，借东西前有礼貌的问一问主人，你的火车可以借我吗？好的，火车借给你玩，谢谢。长长的小火车和朋友一起玩，推一推呀推一推呀，我会爱护它，玩东西时有礼貌的说一声谢谢，谢谢你把火车借给我，谢谢你把火车借给我玩，不客气。是我先到的，明明是我先到的，你们别吵了，我先玩我先玩我先玩。发生什么事了？老师，我想第一个溜滑梯。老师，我也想第一个溜滑梯。琪琪、皮皮，好玩的滑梯只有一个，你们两个都想玩的时候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是不是应该要排队轮流玩呢？这样大家一起玩会更好玩哦。皮皮，我们去排队吧。大家一起来玩溜滑梯吧。长长的滑梯像大象鼻子，小朋友们都来排队，小手要扶好，一步一步走，慢慢爬上小楼梯，不退进，耐心的像大象鼻子，小朋友们都来排队，小手要扶好，一步一步走，慢慢爬上小楼梯，耐心等，不退进，一个一个轮流玩，左稳脚放好，慢慢滑下去，溜滑梯真有趣。前面一个小朋友离开滑梯了，后面的小朋友才能溜下来哦。长长的滑梯像大象鼻子，小朋友们都来排队，小手要扶好，一步一步走，慢慢爬上小楼梯，耐心的玩的时候要轮流排队玩才好玩哦。